我可能要穿着，还是穿着外套会好一点。我看了，这样有点太，暴露，对，太嗨了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哎呦，现在好像有点高啊。爸爸，你是要这个还是这个？888，888。早安，早安。Hello， 我先把衣服穿着，不然怕进来的时候吓到大家，就不好意思。我们已经卖破，不夸张。好，脱掉了哦，孩子们，今天是运动女孩专场哦。啊，如果有老公在看的哈，先把老公支到旁边去。来，先，我先告知你们喽，老公先支到旁边去哦，男朋友先支到旁边去哦。T 边要没穿衣服喽，啊，不是 ，T 边要只穿内衣喽。哦 ，sorry， 又乱说话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要上的是这件韩国的闪电裤，大家都一直在问我们说 Lululemon， 其实 Lululemon 对我们来说价格应该不是对我们来说，应该是说以 CP 值来说 ，CP 值高不高啊？它真的是贵，它好不好穿好穿，但它也是真的贵。我们家的闪电裤从那个时候你们一直跟我们许愿要瑜伽裤，卖到现在，闪电裤已经卖超过，我们刚刚在统计已经卖超过2000件有了。它这边它是不分 size 的哦，它这边是宽的，而且他们家的闪电裤，它先讲它是韩国的品牌，但它是中国代工，你能接受你再下单。他们家的闪电裤是那种，它官方据称是有燃脂的效果，但是我自己有没有燃到我自己是不晓得，因为我看数据，但是数据都很漂亮，那你也没知道我卖东西都是属于那种，我只讲我有把握的事情。他们家的裤子让我觉得穿起来，第一个是舒适，第二个是比较不会那么水肿，运动起来是那种很舒服的。再来的话，它的修身效果很好，弹性很好，不管我今天再怎么水肿，我都可以穿得进去。再来，不分 size 这件事我觉得很棒，因为它弹性超级好，这个就算我怀孕了我还可以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还有它的本身裤子的保湿效果很好，你们一定觉得裤子有什么保湿效果？ No， 它的面料是经过特殊处理的，所以它就是穿到腿上以后你的那种，会比穿一般的裤子的那种腿部的那种保湿的效果还要好。但是你问，哎，我如果说这件穿了2年3年，我还会有一开始穿起来的那种效果吗？当然不会有。它平均的话，大概洗个150次到180次，它的那个效果就没有了，效果就没有，它就是一般的瑜伽裤。但它真的很耐穿，很耐洗，而且它市面上的仿品非常非常的多，超级无敌多的。那你看它的弹性。好啦，再来，我已经把重点都讲完了哈，因为我里面是有穿一件内衣的，不然我怕就是我等一下太嗨，可以穿到多大？可以穿到 XL 没有问题，我赶快开标是不是？内衣等一下会卖，对，看起来真的很瘦啊 ，T 边脱了，我还拿给老公说这个直播身材超好，谢谢宝宝。好，开标是不是？裤子它不是属于压力裤哦，它不是属于压力裤，但它是属于那种。美腿裤，它晚上是可以穿着睡觉的哦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置顶，我觉得会不够。我现在赶快跟韩国那边确认一下，能不能加。置顶了，我置顶了，它的编号是1+1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真的很好穿，我自己就囤了4件。来，编号1+1哦，吼。好，等一下我要介绍的就是韩国的这件内衣哦，它的内衣的整个集中性的效果来说是有的。它对，它是只有单一 size 哦，对，它只有单一 size。这一件大部分会下单的宝宝们应该都是回购，应该都是回购。最后十件咯。好，我的燃脂裤
对，不够了，不够了。染指裤再帮我加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嗯、我完全没货了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宝宝们，50件全部没了。等我一下哦，我现在正在确认。你先帮我加50上去，50上去是肯定是可以很快就拿到货的。我先加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宝宝们先不要再下了，先不要再下内衣，等一下有，等一下对 F 尺寸可以穿到 XL， 不限身形，没错没错哦。但是你穿上去会紧是正常的哦，它真的是很，我很推它的原因是因为这边很宽，它不会让你勒肚肚勒肉肉，不会有这种就不会有这种感觉。我编号一已经完全没货了，我先再加50件上去。等一下，你们刚刚下单是收到已经没有货的宝宝们，现在50件加上去了，可以再抢喽。编号五，编号一，哦，编号一，编号五嘞。Rita 刚刚的那一句话有一点在指责我，啊、有一点，没有，因为就是这个是我之前叫回来的，就是还有的库存，然后我本来是没有打算要再加，那我就赶快紧急，刚刚是你们在加的时候。我已经联络韩国那边了，就是马上我刚才打字的时候，所以我再加50上去。你看，对，所以我就50条最紧绷了，我现在就再加50上去，乖，再50上去就不要就880块，880一条哦，就先这样好不好？因为你们知道吗？现在其实除了台湾，就是除了台湾以外的地方，就是你们知道东北或者是那个韩国那边，他们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凉了。这一件它可以当成内搭裤穿，然后它也有那种就是可以，之前我们有一些宝宝很聪明，穿去跨年，就是那个保暖的效果很好，所以现在货物有点就是紧缺紧急。紧缺中这样，所以编号一你们可以再下了，我有再加50条上去，最多了哦，最多了哦。好，来我来介绍内衣，我现在里面有穿一件集中型的内衣，所以看的是不准，可能不准。宝宝们，如果对关键字可以继续喽，可以继续，啊不可以继续编号一啊。对，这个裤子是有单数的，穿上去的瘦身效果很好。它其实就叫染指裤啦，你们就一加一啊，至少要500件。现在都它的上身什么？好了，我错了。等一下的内衣，我的数量就稍微多一点点，那么一点点好吗？那么一点点。我先把里面的那一件内衣拿掉。哎呦妈！你们知道的，这样子才会有那个。好了，你们两个这样看着我，这内衣真的拿掉了啦，不然呢、啊？不然到时候有我们最近一天到晚都被黑、欸。内衣现在是拿掉的状况，我先给你们看哦、喔。它这一件的集中效果，我老实说，它的集中效果比一般的内衣的集中效果来得好。它这一件真的是会轻薄到让人家觉得说啊。我今天出门好像没有穿内衣，但是有没有像刚刚那一件穿一般的内衣那个集中效果那么好？当然没有，它因为它是运动内衣，它也可以当做睡眠内衣来穿哦，就是它也可以当成睡眠内衣来穿。你看我的这个弹性，这个运动起来是可以的哦，穿去运动开始。宝宝们，这一件已经卖超过3000件了，有没有宝宝们就是用就是穿过然后可以出来自己分享的？它真的爆炸舒服，然后它这个的话，它自己本身是有沉淀的，51件。然后我这件超好穿，对不对？穿起来超级舒服。这个就是宝宝们一直在跟我们就是要的这一件韩国内衣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衬垫，对，它只有黑色，就只有衬垫。这个衬垫的地方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它的透气性效果特别好。这件我有真的完全忘了它的存在，是不是？就是真的超级舒服的，就只有这个颜色，只有这个颜色。然后它的衬垫是这样，所以它会就是比较往上拖一点。你们知道我一直护着，免得等一下如果万一不小心怎么样，被你们截图，哎、欸，这黑被子。所以它的，我再把它塞回去齁。机能性、活动性都非常的好，对，它不会压胸，但它也不会难穿。它不是主打就是集中，但是它是它，因为它这边有
这个撑垫，所以它会比较把你的胸型往上提一点。但是如果你是说啊，我跟一般内衣比起来，是不是说它更集中一点？那、no, 没有哦，没有，它就是一般的运动内衣，穿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，非常非常的透气，超级好穿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完全没有束缚感哦。对，运动也不会闷，运动也不会闷，这些都是老宝宝们的，谢谢你们帮我们推坑啊！你有你们的推坑是我们最大的进步动力。好，我找不到它可以，就是它无处安放。好，好不 OK， 因为我要把它塞回去了。就出来，这里对对对，好，好了。Hello， 对，睡眠内衣也是可以的哦。对，没有分尺寸哦，没有分尺寸哦。它没有钢圈，它没有钢圈。好，对，运动也非常非常的舒服。我要来默默的上架喽，内衣来了，开心哦。来，我们一件的价格现在是880哦，是880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置顶。它这个是可以调的哦。就是下面这边是可以调的，超级舒服。我这边应该是没放好，我调一下它。好，我已经默默的帮你，已经默默的置顶上架了。它是编号2+1来了，没有分尺寸哦，没有分尺寸，它都是可以调的，这边是可以做调整的。然后我这个是调到最松。平常我在穿的时候我会调到这里，但因为这件不是我的，这件是九宝宝的，我等他去洗了。对哦，对哦，没错。然后如果你穿就是露背啊，就是那个背心啊，它是可以换边的。对，它是可以就是变成交叉的。对，我现在给你们看。然后说胸部比较丰满的女生呢、啊，我们在镜头前面好了。对，我是可以交叉的，它是可以变成交叉的背心。你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。手残呀？没事，我也手残。所以这件背心就是你买了以后，等于说不用再去买一件就是美背的背心了，不需要。你看，它可以，你看怎样？它就可以变成这样。对，就这样。胸部比较丰满的女生也可以哦。T 边本人是36D，所以穿起来的话，它是不会有那种束缚感的，完全不会。为什么没有入单？啊？你有按开始销售吗？有啊。再来一次吗？我再来按。对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、哦，可能我们刚刚有重复按单还是怎么样？稍等一下哦。没有粉色的。来编号二再、有了，开始入单了。Sorry， 我们应该是重复按了。来编号二可以开始下单喽，可以开始下单。现在再来，来吧，再来，重新加单，重新加单，重新。哦，也可以买高中女孩，也很适合。对啊，也很适合。宝宝们没有入单的话，刚刚没有入单是因为我跟九编这边同时按开始销售。然后它就变成结束销售，所以 sorry 是我们的错。sorry 哦，嗯，是可以加加单喽，可以直接加单，没有问题哦，对对对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我的后台整个大当机了。对啊，我总共开400件，他现在跳不动，所以我现在也不能跟你们说他还剩几件。对，为什么他当了，这个真的很舒服，很舒服啊！最后100件，哎呦，他跳得很厉害耶！最后100件了，宝宝们，编号二，最后100件，我的还在转圈，还在等他的自己，就是买到当机，对，对，我的天哪，他真的很好用，家里必须的运动内衣，真的啦哦。你们记不记得有一阵子 T 边在推他们家的东西的时候是很难推的，真的很难推，一开始真的很难推，才400哦，好好聊天，400件很多了，好不好？400件都很多了。
Rita 说400件这就对了。好了，这个是。伊凡，我帮你看一下你的购物车啊，应该是有。然后重复下单的话，就是、对，不要重复下单，不要重复下单，对，我们会很嗨，买到当机就是让我最开心的一件事。我们努力冲破600人，好不好？努力一点，努力一点。T 边，请问一下，8月买的蜜铁组跟昨天一样升级版？对哦，都是升级版，包括你们6月买的也全部都是升级版。当台湾专柜还是旧版的时候 ，T 边已经卖的已经都是升级版的，只是本人不晓得。本人不晓得而已，但是它是升级版的，有确认过喽，放心放心，恭喜你们。好，编号2数量还剩不多，你们可以持续下单哦，你们可以持续下单。